聚会之前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求主的灵大大来向我们来开启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向我们这位在天上父，这位爱我们的父神来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向我们的主耶稣来倾诉对他的爱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你是道路。
慈爱，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呼召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成为你的儿女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主你是信实的，哈利路亚，你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，不论是在我们生活上，在我们属灵里，愿主你就是一切的源头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。你掌管我们的一生，你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主啊，求你登上我们生命中的宝座，完全的掌权做王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，尽情的来敬拜你，哈利路亚，你是圣洁荣耀的父，哈利路亚，你是信实恩典的主，哈利路亚，你是圣灵宝贵师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主耶稣，圣灵我们欢迎你，圣灵我们请你来，哈利路亚，在这时候触摸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深深的得着你，主耶稣，让我们深深的来为你着迷，哈利路亚。全心全来敬拜你，哈利路亚！哦，主啊，你的宝座就设立
天上地下没有四下别的灵，哦，唯有主耶和华你的灵，哦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来点燃我们里面那个热情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不要让那个热情被浇灭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向你来呼求，不要让那个热情被浇灭，不要让那个热情被这个环境来浇灭。主耶稣，让我们这个热情就单单来为你燃烧，哈利路亚！单单来为你燃烧，求你来释放，求你来释放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也要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我们要不住的来呼求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要看见你的荣光照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哈利路亚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，哈利路亚！在我们每一个工作里面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求
主，今天早上我们这是我们的诗歌，我们这一生的诗歌，恳求恩主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开始，在我们的家庭要看见主你的同在，在我们的家庭要看见主你的荣耀。主，求你来复兴我们的家庭，复兴我们夫妻的关系，复兴我们亲子的关系，复兴我们与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因为主你就是爱，唯有主耶稣你的爱，实实在在爱，才能让我们的家能够复兴。主，今天早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，你所爱的儿女都愿意在主的圣坛前面摆下自己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没有办法，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已尽了所有的能力，可是常常有许多不能荣耀主的事情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早上求你，唯有你能够，恳求主帮助我们来到柳叶圣坛，不是白白的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到柳叶圣坛就是要在这里遇见耶稣，就是在这里真实的亲身的经历耶稣，也能够真实承受主耶稣你圣灵的大能大力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做起，复兴我们的家庭。主啊，今天早上我呼求，我们每个人在真的在你内心来呼求，主啊，求你来复兴我的家庭，让我在地上这段日子，短短的这段日子，能够活得喜乐，能够活得富足，能够活得有价值。主，我们也为有一些地方来呼求。主啊，教会马上要满三年了，要进入第四年。主啊，我们求你，让不要像那个无花果，那个无花果树白长多多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早上你来浇上肥料，来浇填上土，也求主你的爱来浇灌，让我们在柳园圣堂，正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来荣耀的。主，求你今天早上赐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你所爱的，愿主你的灵来充满我们，愿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愿主你自己亲自来复兴我们，好像我们正在教会里面来荣耀见证你，在家庭里面荣耀见证你，在我们的职场工作上荣耀见证你，这一生我们就不至于徒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祝福楼下的这些青少年孩子们，让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在主你自己的家里面能够学习一个爱主的心。主，愿你圣灵亲自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这是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走得稳健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有为在我们中间的神教士的这群大学生，这群孩子们在他们念大学这个环境的这个阶段里面，主耶稣啊，居然他们愿意来跟从主你的爱的呼召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他们有一批在复活节那一天，主你复活的日子要接受洗礼，恳求主你预备他们的心，让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外面的一个仪式，那是心灵的仪式，让他们心灵受隔离，让他们这一生愿意委身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我们相信将来他们的事业、他们的婚姻、他们的家庭处处要来荣耀，要来经历你，要来享受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次为柳叶圣坛感恩，恳求恩主你亲自在这春天来的时候，把那个春天那个成长的生命那个气息浇灌在我们身上，让柳叶圣坛在进入第四年的时候能够为主开花结果。愿主你在你自己的教会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得着主你当得的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。我们一起用我们主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尊名为圣圣，愿你的国家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的债台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